谁有空啊？谁可以来帮我开这个？我。不是你，你没空啊？你要去接人什么的。现在才一点二十一，你不行，你不行，兄弟。要上车啊！我们上次是下雨天呢，车没有那么好叫哦。哎，这个玩意你要每个人都一条吗？还是不用？这是十条，这变成这样。我们小时候玩的。你先把这个修理好。这个这么长哦，你想要给他？我桌子你要怎么放？一半再长，一半长。哦，好，放右。这有多少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真是太傻了，一个。你们桌子要椅子要搬了吧？他在，他在用吗？他在用。可以啊。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还有，还有。等一下，让我先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可怕，是不是？可是在一个人坐在桌子这样，不然你要坐到这边吗？没有啊，不要，我们这样可以坐十六个，我想到哦，好啊。我看你都不找他接下来办入口，因为等一下要。